正正人生的難得知己可能真係得一兩個啫。咁嗰一兩個 ，even 就算唔係成日打電話嚟，都明白你嘅。到時之後大家見面都唔出聲，都好都有啲無言，都會覺得係需要嘅默契喺度。呢啲朋友係做嘢認識嘅變成知己嘅朋友，定係入行之前？定係圈外嘅？入行之前識嘅，或者係有啲係識於微，即係又係未識於微時嘅呢啲係更加真嘅。點解即係做嘢之後啲朋友嗱？做嘢係咪個心態改變咗？對一個普通人都好難做到真正嘅朋友咧？你會有時會都可能我都會有時咁樣諗嘅，即係好可惜嘅，好似係，因為點解入咗行之後係咪啲人對你？因為你嘅名氣啦，你嘅樣啦，知道你係邊個啦，或者係好多嘅原因先至好想去識你咯，先至可能你就可能要有咁長時間係啦。咁但係識於微時嘅，你大家都係小朋友啊，大家由細出到大，知道大家嘅性格點樣，做呢、這、一個入咗呢一行行業先至會變成咁，大家咁佢哋會更加了解你本身個人，先至呢啲先可以 keep 得住。